잊지 않고 열심히 활동하면서 10년, 20년, 30년 만수가 送给여자친구的惊喜，이것은 우리 저희 대만 더디님께서 여러분 여자친구에게 드리는 선물입니다. 希望 여자친구 第一次来到台湾能够印象深刻，然后不要忘记了刚刚的约定。 정말 좋은 추억 남겨가시길 진심으로 바랍니다. 希望我们以后常常可以在台湾见面，好吗？ 그리고 우리 항상 앞으로 대만에서 자주 만났으면 좋겠습니다. 울지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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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여우신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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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等等 여자친구 稍微心情平复一些，我们想要请여자친구再跟大家 对于刚刚台湾的巴黎们所送上的影片也好，还有一些祝福的话也好，我们请这个袁家清武再好好整理一下情绪，然后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우리 마음을 좀 가다듬으시고요. 우리 대만 팬분들께 선물을 준비해 주셨는데 받으신 선물 받으신 소감이 어떠신지 여러분 될까요? 내 말씀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재미있으시네요. 可是因为我今天因为受伤的关系，没办法参与，所以我其实是很难过的。可是呢，因为这样，所以都可以做一部让我把那些东西给期待了很多天分的人，他都没接受。他非常的对我们粉丝等了那么久，我们来到台湾，可是我真的是感对他们感到非常非常抱歉。 所以他其实心情，今天的心情其实不是很好的。这个特别的，作为存在만으로도 고맙다고 이렇게 얘기해주셔서 너무 감사합니다。粉丝呢在一年这边写说，你们有你们的存在，已经是对我是很感动，所以他看到他们的这个句子，他也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相信台下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感觉到，因为台下的朋友其实很热情，很想，只是因为我也听到在台上就是除了在这个团员们在讲话之外，老师在用心听，然后台下的其实也是很想要表达自己的那个这个喜欢或者是安慰。我们一二三一起给我们叫红七喜，肯恰拿，乌鸡吗 ？OK， 好不好？好，哈娜，对，切，红七喜。 我相信的台湾歌迷朋友们，只要能够看到第一次啊，能够看到这个尤佳清湖，而且是大家一起的那个感觉，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其实说真的，在彩排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的自责的。所以我们在台下看的时候，其实也是像翻译老师，其实看的也很心疼。 所以我请台湾的歌迷朋友们，拜托再多热烈的掌声，请我们继续，不要再难过了，因为他真的很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演出给大家。那我们其他朋友有没有想要？因为我想说平静，比较平静了一些，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嗯，일단
부족하게 너무 많은 여자친구인데 또 그런 모습 하나하나까지도 팬분들은 항상 애정있게 봐주시는 거니까 그래서 저희가 하나 더 힘들어도 열심히 해야 된다고 생각을 하고 앞으로 더 열심히 해서 정말 좋은 모습만 보여드릴 테니까 저희랑 오래오래 함께 했으면 좋겠습니다. 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展现得就是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可是大家还是很支持我们，所以呢，因为是这样的大家，所以我们就是感到很辛苦，也是更加的认真的表现。那我以后呢，我们以后呢更加的认真的去表演，然后我很想要跟大家我们的粉丝呢是长长久久陪你们在一起。嗯，好的。 当然呢，这就是我们台湾歌迷朋友们送给尤佳亲谷，也谢谢尤佳亲谷特别来到台湾。当然，不要忘记了以后记得一定要常常来台湾。然后再次谢谢刚刚制作影片的台湾的歌迷朋友、后援会朋友们，谢谢你们！再一次热烈掌声，也谢谢尤佳亲谷，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再请。